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骑射。今天给大家做这个爆太郎战队，它是也基本上就战队系列的玩具，我过去没有在节目里头更新过，但是类似的结构还有材料的那些韩国的那些机器人的话呢，倒是有做过一些。那么我的好朋友呢，任彦哥呢，拿到了这一组玩具之后呢，他说这一组玩具比较热门，那比较不容易买到。那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个开箱？那我玩了一下之后呢，发现非常的有趣啊。那这是一个负特点的版本。那么这个部件的话呢，要装在他们的那种变身器啊，才能够发挥作用啊。这只是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那这个暴太郎战队的话呢，它是以桃太郎的故事呢作为这个造型的来源。那中间这个的话呢，就是桃太郎啊，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本体。头盔上面呢有一个像是桃子的一个造型，然后本身的话呢，脚掌看上去很小，但其实战力性呢还不赖。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啊，这个我本来以为是狼啊，原来是狗。然后还有一只这个雉鸡，OK，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啊，这个造型，特别是这个好像都戴上墨镜的感觉，很有喜感啊。然后这个是猴子啦，猴子的话呢也是戴上一个很大型的墨镜，然后都是有一些些不太一样的墨镜造型。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按照它盒子上面的这个，说法它是 Oni，它是鬼。那因为桃太郎是要去打鬼的嘛，所以这个家伙的话呢是有敌军叛变过来的嘛，而且它是个女角。啊，这个雉鸡跟这个是鬼，他们两个设定的话是女性的人物。然后可动度的话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就先讲这个，看上去也很像人形的，啊，基本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动啊。手的话是完全是卡死，他手可以往上推，那是变形的时候有所需要。脚的话呢，这个也是由于变形才要往上去折的，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属于零可动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非常占空间的雉鸡，它这个透明件各位可以看到啊，很漂亮。然后由于是透明的缘故，它翅膀内部底部的细节就看得比较清楚了。然后它的尾巴的话呢是没办法动的啊，这两个锁扣呢，是在这里。那这个在合体之后吧，是变成肩上的旗子。那嘴巴没有得开，涂装还不错啊。然后最后，不对，还没到最后啊，可以看一下猴子。猴子的可动稍微好一点，头有一个球冠，手臂的话呢，也可以360度的转动，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拳头也可以转，然后这里也可以打开。由于它是人形状态下。就是身体切一半，左手右手分别装到巨大机器人的上方。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号称有36公分的这个暴太郎战队的话呢，又是近期吧，他们官方说是近期几年以来，在可动度上面的话呢是最大突破的一款，所以它的这个可动来讲会相对好一些。然后这是狗，它的一个，这明显是一个脚掌，但是它这个时候呢。很漂亮的，把它隐藏成是一个尾巴的一个形态。那以这个狗的话呢，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它这个四肢非常容易，非常非常容易去喷溅啊。你稍微掰一下啊，你只要稍微去碰到一下，它就可能会飞出来。待会这变形的过程中，可能各位就会，能够有机会看到它喷溅了。最后就这个本体啊，很漂亮。头雕的话呢，也是一个超大型的墨镜，上面这个发型也很有意思啊，这个发髻。那么在最后合体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头上的这个头盔啊是要戴上去，戴上去之后的话呢，脸部会有一个类似于是，联动的一个变脸的一个机构，到时候再给各位看一下，你们就知道了。在人形状态下呢，在不对，在非合理状态下，他这个手啊是没有得可动的，但是腰身的话呢是可以，脚的话呢前后踢幅度非常有限，因为前面这个裙甲完全是死的，是没有办法去往前踢的啊。鞋尖的话呢非常的小，应该说整个脚。的一个接地面积非常的小啊，那还有一个外摆，那时候可以往外打一点。那打的时候呢，是只能够这样子站。你如果往外面呢多打了一个角度呢，基本上它就站不住了，因为它的这个整个接地的高度是完全就是失去了它设计能够踩得到的一个角度啊，所以它是没有办法把腿呢另外再多转开一个角度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啊，它的一个帽子掉了啊。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合体过程好了，那这个头盔也是要拿下来了，那我们先把这个手给转到后面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往上推上来，推上来就形成它的一个背包的部分，那么身体的部分呢就算这样子，我们就先把它放到中间，
脚的话也是比较简单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个把这个头给转成这个方向，那这里把手给往上推，这个脚的话呢，从这里推上来。哎呦，运气不错啊，居然没有喷掉啊！它这个是很容易去喷溅的。我转这个角度，我不知道转这个，哎，不小心去推到，就喷了。脚放上来，然后它的这个变形的过程中呢，有一个点，就是说它所有的原本人物的头啊，是一定都要面对着机器人的前方的。这脚放上去，然后这个地方翻出来，这边会变成是脚的一个正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把这个头啊，就拉出来之后呢，旋转180度，再来我们把这个两只胳膊呢往中间顶过来扣上到这里，那这个腿的话呢也就变形完成了。然后猩猩呢不对，对不起，我讲错了，看上去很像猩猩对不对，但其实它是猴子而已啊，并没有猩猩那么大个啊。这里要把它给打开，两侧呢就给分开来，中间这个部件呢要取下啊，这个地方待会要扣到这个本体上面去。然后这个手掌的话呢，就首先给各位看一下，摆成如此这般。这个是他的左手是在这边，然后这就是他的一个右手。这个记得就是把他这个部件往上提就可以了。那各位应该有注意到说，就是差别就在这个猴的这个头的话呢是只有这一侧才有嘛，毕竟他头只有一个。那这就是他的一个双手。那我们先将他的本体的话呢，跟脚的话呢，给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就非常简单，就插下去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难度。这也是这个系列的玩具呢，就是在把玩上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啊，就是简单。这个地方要推下去啊，把它给扣上。待会各位就可以看到它非常高大的一个身躯啊，稍微调高一下它的一个机位啊，因为它实在是个子太高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手臂的话呢，就从这扣上去啊，非常轻松的呢，就可以完成它的组合。好，这里扣上去，那大体上呢，全身的组合已经算 OK， 那剩下的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制机了啊。我们把这个武器的话呢先给取下来，取下来之后呢，两侧呢先给做一个分开。按照它的一个组合方式的话呢，它的这个是变形成它的一个旗子了啊，就是这个从上方扣上去啊。不是我不弄啊，实在是它的如果你连它的一个旗子的头顶你都要拍下去的话呢，那这个玩具的高度就非常吓人了。所谓的36公分是指到头顶啊。然后它还有一个，这里应该先把它给各位看一下。刚刚在猴子的这个肚子这里呢，取下一片零件。它这一片零件的话呢是在这里啊。我们把这个部件的话，我再次的把它往上推一点点，在这个地方，然后把它给扣下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联动装置了啊。这里扣下去之后，因为这里多了一块部件。你把上面这个部件呢往下推的时候呢，里面就会触发一个机关，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看打开了啊，里头一个桃子的一个形状呢就浮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有点像是变形金刚银河之力的那个钥匙一样啊，是可以有一个把一个装置给顶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这个制机的部分呢，我们一样在这里把它给左右两侧做一个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两侧的造型呢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个地方分出来。那么我记得它是一个，好的，这里这个地方，这里不是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吗？在这里它都是要去扣原本我猜你又差一点又要讲猩猩了，猴子的这个地方是有个结合卡扣的。那其实你也不用怕扣错，为什么呢？我先把这边扣上，各位就知道了。这里我这个地方把它给扣上去。那为什么我说另外一侧不会扣错呢？你看到没有，这边有一个猴子的头，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呢，这个制机的头的话呢就必然是在这一侧了啊。我们先把这两边合上，这个地方折下来，然后呢再透过这个关节，我记得是这样子，不对，应该是往上，没错啊，到这吗？我先试一下好了，我没弄错啊。总而言之呢，从这个地方一样去扣住这里这个结构，我们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然后这个制机的头啊，我记得是，你是要往下折吗？啊，对，是应该是往下折再往上。好，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顺利的把它的一个所有的装，还有一个东西没装上去啊，就是也是一个联动机关，才能讲，就这个头盔，原本在机器人的背后的这个头盔。那这里的话也要特别给各位展示，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变脸的一个机构。这个地方把它戴下去的时候呢，它会去触动到后面这个发髻，从这个地方戴下去。好，然后你就会把这个，其实它的联动就是这个墨镜呢啊往上升上来，然后就露出它在里头的眼睛。那它就是靠着我们的这个头盔去抵触到后面的这个发髻，造出这个变脸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款暴太郎战队全部的组合过程。那号称有36公分高，非常非常的巨大，拿起来也很沉了啊。那塑胶的感觉也是很安全的，非常的厚实。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因为它的背后的这两个是旗子吧，就变成是一个军旗的一个形象。哎呦，军旗我有没有弄反啊？我看一下好了，应该是没有反啊，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没错了。那你要把它拿下来当武器，当然也是可以，就拔下来之后，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应该是握在这一边，它一样是有一个洞，然后拳头里头是有凸的，这样子按上去就可以拿在手上当成刀了。那么他们的官方的话呢，提供了一些档案，你们可以自己去列印啦。这个是我们自己印出来的，用纸啊什么的，中间有个厚纸板什么的，你能够把它印出来。那这个的话呢，就可以变成它的一个扇子。这个对战国武将如果熟悉的话，应该都知道。那么这个的话呢，就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暴太郎战队。那他们强调说呢是非常高可动啊，我就弄个盒子给这个上面写的这个东西给各位看一下了，这里。有一个什么精益的 action， 这个就是动作啊，就是说它的可动是非常高的。这个呢，只能说跟历代的战队的玩具来讲，它可能可动度算是比较好。但是如果跟我一样是玩变形金刚入坑的人来讲，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可动根本是再普通也不过了。头是一个球杆啊，然后腰身也是可以转，手臂360度是可以转动，但是呢造型的关系限制的比较多。然后裙甲因为这个是死的，所以你往前踢的幅度也是啊非常有限，侧踢的话呢也是没有啊，所以就精益的可动可能是相较于他自己啊这个系列的玩具来说吧啊。那我蛮喜欢他背后这个造型，这有点像是明明就变得好像是蟹螯一样，我不知道有没有致敬到其他他们这个相关的产品了。那总而言之的话呢，把玩起来非常轻松啊。然后胸口的这个桃子的这个形象啊，桃子的这个符案还有这个头盔戴下去之后有一个变脸的装置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帅气的。那在变形的过程中还要记得啊，把所有的这个猴啊鸡啊这个狼啊还有另外一个鬼啊，这个头啊全部都是转到前面来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那目前是比较热门的商品呢，我也稍微蹭一点热度啊。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